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18岁的宋文嘉，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与支持，希望18岁的我可以越变越好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越变越好。然后这几个月会好好学习，考上一个自己想去的大学，然后也希望跟我一样是应届考生的同学们，可以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。虽然说最近的疫情情况有所好转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身体，注意卫生什么的，然后就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这些是我成年以来18岁，然后第一段想说给大家听的话，以后的话我慢慢说给你们听，拜拜。